穆茂才唔知道系真系一分钱都唔肯让啊，定系死板啦。反正呢张基案一分钱都唔肯让，莫小鱼买唔起，亦都只能够作罢啦。但系佢订咗穆茂才做嘅拔布厂，交咗10,000蚊嘅订金，余木嘅。其他嘅木材，莫小鱼而家系买唔起啦，所以只好退而求其次。莫老板啊，嗰张基案可以帮我留几耐啊？莫小鱼临走嘅时候问。哦，咁就唔好讲啦，话唔定你前脚走，后脚就有人嚟买，咁真系冇办法留啊，因为呢样嘢唔系我自己嘅。唉。莫小鱼无奈啊，只能够压抑住对呢张基案嘅鍾意。买嘢就係咁啦，遇到嘅时候冇钱，但係当你有咗钱，可能呢样嘢就唔知道去咗边啦。莫小鱼仲想再逛下亚当街嘅时候，梁坚伯打咗个电话过嚟，要返杭州啦。无奈呢，莫小鱼只能够离开。佢冇再返到嗰个院仔，因为呢个时候狼坚伯已经喺巷口等緊。见唔到狼坚伯手入边有嘢，睇嚟嗰幅画係留低咗啦。莫小鱼嘅心亦都松咗啖气。哎，嗰幅画点呀？上咗车之后，莫小鱼问。可以，都讲冇问题呀。而家就要睇下点样后期操作啦。画出嚟呢、这个只系第一步，点样唱好后边嘅戏就唔系我哋嘅事啦。啊，系啦，嗰位雀爷咩来路啊？好犀利咁嘅样、啊。佢系我哋嘅老板，亦都系呢行入边嘅老人啦，见多识广，而且人脉极为丰富，唔系大买卖佢系唔出面嘅。呢次主要系为咗试水国际拍卖行，佢先至亲自操刀。如果可以，下一步肯定要进军国际市场咧。中国嘅书画，外国人都中意嘅咩？佢哋仲系比较中意油画啩。除咗一啲投资者之外，仲有就系博物馆。近年嚟，中国强大咗，有钱啦。所以好多人就开始叫嚣住文物回流，所以国外嘅拍卖机构就注意到呢一点，佢哋开始喺国内外大肆咁收购中国嘅古文物，然后主要系针对中国人拍卖。吓、啊，咁我哋呢啲画最后仲系要翻到中国人嘅手入边啊？莫小鱼皱起眉头问：唔啱。是中国有钱人的手入边，呢班人有咗钱就不知道东南西北，呢啲人的钱边度嚟嘅？仲唔系中国的老百姓咩？房地产商卖屋俾老百姓，赚咗钱再去买艺术品投资，呢、这个钱唔赚白唔赚，我哋唔赚，佢哋亦都会送俾外国人啊！狼坚伯目光坚毅咁讲，开始嘅时候，莫小鱼觉得咁样好唔地道，但系狼坚伯咁样一讲，点解感觉好似黑吃黑咁嘅？过咗一阵，狼坚伯见莫小鱼唔出声，于是就问啦：，你觉得雀爷呢个人点样啊？雀爷唔知道、啊。我先至第一次见佢，睇唔准噶，唔知道点评价。莫小鱼老老实实咁回答：，佢嘅话你听三分就可以啦，留翻个心眼啊，否则你连骨头渣都冇得剩啊。呢个人心狠手辣，喺呢个之前，我原本打算换咗嗰啲字画之后，就唔再从事呢一行啦，危险太大。国内嘅就算啦，呢次进军国际市场，如果一旦外国买家知道呢个系假嘅，好可能会遭到追杀。你仲系小心啲好。狼坚伯嘱咐莫小鱼，呢下莫小鱼又开始腹诽啦。知道危险，你仲叫我嚟呢度，到底安咩心啊？
不过莫小鱼亦都明白，如果而家俾佢再翻翻去过去开黑车嘅境遇，佢系坚决唔捞嘅。人一旦尝到咗甜头，即使系有危险，咁亦都会自己劝自己，唔会咁容易轮到自己头上嘅。莫小鱼而家就属于呢种自欺欺人嘅心思啦。咁呢幅画可以卖到几多钱啊？唔知道啊，拍卖行到底拍到几多呢？這个唔一定嘅。不过你放心啦，唔会少咗你嗰份嘅。莫小鱼就唔好再讲咩啦。狼坚白既然将自己都引到雀爷呢度啦，自己再唔信佢都冇理由啦。翻到唐州之后，莫小鱼将狼坚白送翻博物馆，准备将部车送翻去姬可卿屋企。但系顾姨姨一个电话就打咗过嚟，呢条靓妹而家一个人喺顾可可帮佢租嘅屋入边，就谂住要莫小鱼过去。阿哥啊，你依家好忙咩？顾姨姨小心咁问。还可以啦，做咩啊？冇事，我姐姐唔喺度，所以我想你过嚟一下，我想睇下你。顾姨姨怕怕丑丑咁讲。莫小鱼点会唔知道顾姨姨嘅心思啊？呢条衰妹啱啱同自己发生咗男女关系，已经系食水之味啦，知道咗男人嘅好，所以咁先至厚住面皮要莫小鱼过去揾佢嘅。佢喺电话入边咁样一扭计，莫小鱼亦都心喐啦。于是本嚟已经到咗姬可卿小区门口，但系一个急转弯又离开咗，直接向唐州一中附近顾姨姨间屋开咗过去。诶、哎，毛哥啊，呢条靓仔咩回事啊？发现咗我哋？莫小鱼冇注意到啊，喺小区门口冇几远嘅树底下边停咗一部面包车，车入边坐住嘅系红毛同埋另外几个人，都系雷明山嘅手下。雷明山喺莫小鱼呢度惯咗两次，最后一次红毛仲受咗伤，仲有一个兄弟一只眼几乎都见唔到嘢，基本就系残废啦。所以佢哋发誓一定要莫小鱼付出代价。但系红毛呢几个人受伤之后一直都喺度住院，而雷明山呢就喺度准备自己公司，所以亦都冇正经揾过莫小鱼。但系过咗一段时间之后，红毛呢班人出咗院，所以开车嚟揾莫小鱼，准备揾个地方拦住佢。但系一直都冇等到呢条友，呢条衰仔可谓系神龙见首不见尾，好难揾到佢嘅踪影啊！呢次系因为见到莫小鱼开住姬可卿部车啦，仲牛住做咩啊？跟上去啦！红毛就嬲爆爆咁讲。但系莫小鱼开嘅系姬可卿嘅 Q 7，一阵烟抢过黄灯过咗去，红毛嘅车犹豫咗下就被红灯塞住咗。再追过去嘅时候，莫小鱼开嘅车早就冇咗影啦。莫小鱼将部车停咗喺顾姨姨租嘅楼下边，望咗望周围，一个人上咗去。顾姨姨一直都坐喺窗台上边望住楼下。一见到莫小鱼嚟啦，即刻就跳去开门。佢听住脚步声，莫小鱼都仲未叫门，佢就拉开门，一下就扑咗喺莫小鱼嘅心口嗰度，双脚仲环住莫小鱼嘅腰，好似系一只树熊咁吊咗喺莫小鱼嘅身上，唔肯落嚟啦。哎哎，呢度唔系山入边啊，对面楼嗰度仲有人望住噶。莫小鱼即刻将呢条靓妹抱落嚟，抌喺沙发上边，起身去拉埋窗帘。莫小鱼呢轮都喺度偷拍紧杨燕妮，所以对呢啲事好注意，俾人拍到就唔好啦。诶，你家姐呢？你希望佢喺呢度乜？佢喺呢度，你仲敢嚟噶？顾姨姨扁住嘴问啦，咩意思啊？嗰日你走咗之后，家姐冇走到，佢喺呢度同我讲咗好多嘢，但系我都听明白佢系咩意思。中心思想就系一个嗌我离你远一啲。顾姨姨苦瓜干咁嘅面讲，
唔会啩？佢可能系想要你好好学习，毕竟你仲要考大学噶，将主要精力放喺学习上边啦。莫小鱼故作不知咁讲，顾依依望住莫小鱼，向佢身边挪咗挪，然后挽住佢嘅手臂问：你啦，你系点谂噶？阿哥，我系跟住你嚟噶，你唔会唔理我啩？点会呢？你喺呢度，我肯定要你噶，唔系点样向你爸爸妈妈交代啊？莫小鱼言不由衷咁讲。我就知道你唔会唔理我，仲有就系你身体入边嘅蛊王，我好惊佢发作啊！到时候如果我唔喺你身边，你点算啊？你都知啦，嗰样嘢系无药可解噶。依依，我点解听落去你嘅意思系就咁跟住我，恐怕唔系因为蛊王嘅原因啩？顾依依擘大眼望住莫小鱼，怕怕丑丑咁讲：阿哥。我是你的女人来的，你不会不理我吧？我不理的，我就是要跟着你，你是我的男人来的，也都是我唯一的男人，我这一世呢都会跟着你。唉，你觉得我们对吗？合适，只要你觉得合适，我无所谓。顾依依很坚定啊。莫小鱼想说他们不对，但是这句话无论怎么都说不出来。如果顾依依刚刚来几日，自己就这么无情，这样非但是伤了姑娘仔的心，这样做的后果不知道会出什么事的。关键是这条靓妹太邪了。但是莫小鱼以为在这个大城市里面比自己好的男人不知道有多少。顾依依是刚刚来到这里，所以仲未真正接触到外边嘅人啫，唔好讲其他啦，净系学校入边嗰啲靓仔都够去睇啦。到时候唔使自己赶，佢都会自己离开，移情别恋啦。所以呢件事就唔使急，要慢慢嚟。顾依依见莫小鱼唔出声，以为佢默认，望住佢块面，渐渐将自己嘅嘴唇送咗上去。莫小鱼这段时间除了同这条靓妹夜夜笙歌之外，就没有其他的女人。事情一旦重复了几次，就会成为习惯。这个就是人的惯性了。莫小鱼一伸手轻轻揽住顾依依的纤腰，她即刻明白下边应该做什么了。莫小鱼放在沙发上边，眯埋眼，享受着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感觉。但就在莫小鱼和顾依依正在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，门锁传来了锁匙转动的声。莫小鱼一夜坐直了，而顾依依亦都吓到傻了。在这个时候居然有人来，莫小鱼即刻跳起身匿了入卫生间。其实他不用匿了，但是做了亏心事之后，这个是人的自然反应。所以当顾可可拿着大包细包入来的时候，发现坐在客厅手足无措的顾依依面都红晒，手脚都不知道放去边好。顾可可一睇就知道有事啦，自己呢个妹从细就有呢个毛病，一遇到事成日都会先慌一阵，然后先至冷静落嚟。哎，家 姐, 你点解翻嚟啦？噶，我同你买咗啲食嘅用嘅嘢咯，我唔一定日日都嚟噶。嗱，啲钱呢你要悭住啲使。莫小鱼冇几多钱㗎咋，我哋唔可以成日用佢啲钱㗎。我諗过㗎啦，嗰几日呢我就会去舞厅嗰度跳舞，家阵流行钢管舞，我觉得我应该学下就可以上手㗎啦。吓、啊、哦，唔使啦。呢个时候莫小鱼一个唔小心喺洗手间入边搞出咗啲响声。顾可可望咗一眼顾依依，伸手拉开窗帘，一眼就见到楼下部奥迪。嚟嘅时候冇注意，咁样讲自己上嚟嘅时候，莫小鱼同埋个妹就喺房间入边啦。而且入门嘅时候见到顾依依咁嘅样，哼，睇嚟呢两个人肯定有事。唔系嘅话，个妹点会咁惊啊？顾依依紧张咁望住家姐，等待佢嘅爆发。
无论如何，莫小鱼是家姐的男朋友这件事是事实，但是却同自己有了那种关系。虽然在私底下同莫小鱼在一起的时候，顾依依显得很有气势，但是在她家姐面前，她还是感觉亏心的。可能是顾依依并没有说话，而是嘱咐了几句之后，借口学校有事回去一趟，晚上不回来了。顾依依送到门口，本来以为这件事就这样过了去，但是估不到到了门口之后，顾可可拧转身对顾依依说，你还在上学的，凡事要小心一点，叫他买些药给你吃，搞完之后不要忘记吃药啊，等出了事就迟了。顾可可说完，连望都没望顾依依一眼就落楼走了。唉，自己咁咪做咩呀？明明知道莫小鱼就喺房间入边，但係自己却俾佢哋腾出咗地方，仲喺度嘱咐自己嘅妹千祈唔好唔记得食事后药。洗手间嘅门开咗，莫小鱼行咗出嚟。我顶，呢个叫咩事呀？自己本嚟仲乜嘢都未做㗎。咁样一匿，都係显得自己做咗乜嘢唔见得人嘅事咯。你要走啊？见到莫小鱼攞衫，顾依依拦住佢问：我去叔下你家姐啊，晚黑我再过嚟啦，得啦啩？佢肯定知道咗我喺呢度啦。啱啱点解讲要去舞厅跳舞嘅？嗰度好乱噶，咁落去系会出事噶。你都唔希望你家姐出事啩？顾依依虽然唔舍得莫小鱼走，但是他讲得没错，所以顾依依没道理难去，只好放他走了。对于顾依依来讲，他只不过是一个未长大的少女，而且是陷入了热恋中的女仔。对他来讲，莫小鱼24小时陪住他都不会嫌多。但他亦都明白，这里不是慧灵寨，自己不可以任性。不出莫小鱼所料，在楼入边出嚟之后，顾可可可谓伤心欲绝。但是自己又可以点啊？自己本嚟就唔同意妹妹嚟嘅，就系担心佢嚟咗之后缠上莫小鱼。而家一切都应验咗啦。但系呢件事嘅源头，却系自己一定要莫小鱼跟住自己去慧灵寨，咁系自作自受。佢可以估到自己去之前呢两个人喺度做乜？但自己又可以讲咩呢？顾可可在马路边行紧，后边部车静静咁跟咗上嚟，然后就喺佢身边停低。顾可可吓到成个人都弹咗起身，拧转头一睇，哦，系莫小鱼。喂，上车啦，我有事要同你讲啊。顾可可犹豫咗一下，仲系拉开车门上咗车，望住莫小鱼问啦：你想同我讲啲咩？莫小鱼一睇呢条靓妹嘅口气唔系几好啊，亦都唔敢同佢吵，于是就讲：我哋揾个地方坐落嚟，好好咁倾下得唔得啊？呢段时间发生咗好多事啊，我觉得有啲事应该话俾你知嘅。哼，系啊，你连我妹都搞埋。不过呢啲事，我觉得你唔应该同我讲吧，你应该去我屋企同我阿爸阿妈讲啊！你同我讲有咩卵用啊？顾可可把声好大啊！哎呀，莫小鱼吓到即刻升翻个车窗向前开啦，由得顾可可喺度发癫。莫小鱼拣嘅系佢哋第一次会面嘅学校竹林，深秋已到，啲竹叶都开始变黄啦。秋风一吹，沙沙声咁喺度响。莫小鱼将自己去咗慧灵寨发生嘅事同佢讲咗次，除咗隐瞒咗古墓之外，其他嘅事都同佢讲咗，咁就令到顾可可又开始担心咗起身。你又话古王仲喺你身体入边？唉，系啊，呢个就系你妹妹讲嘅。不过可以感觉到，确实是有啲唔一样。
至于边度唔一样，我都讲唔出嚟啊。呢个顾依依真系太歹毒，佢为咗同你喺埋一齐，连呢招都用埋。我唔识得蛊术，但系蛊王既然寄生到咗你身上，又有乜可能咁容易出到嚟？佢冇解药嘅咩？冇啊，佢话净系得佢可以召唤蛊王，所以每到月圆之夜就要我同佢喺埋一齐。嗰、个你都知道啦，呢件事我唔明啊，所以莫小鱼嘅话虽然讲得含糊啊，但话入边嘅潜台词就系莫小鱼要将蛊王赶出去嘅身体，就要去同顾依依发生关系，呢个系唯一嘅方法。我呢个妹啊，真系为咗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噶。今日系咪佢叫你去噶？是啊，他给我打电话的。顾可可牙都咬碎金仔，但又发不出一点的火气。那个是自己的妹，自己可以将她怎样啊？所以我的意思呢，是在蛊王这件事还未解决之前，你还是不要找她麻烦啊。无论什么事最好都是顺住她，否则到了蛊王闪退的时候，他就会将我的五脏六腑都吃晒，在我的身体入边捐出来的。莫小鱼讲到这里，成身不禁打了个冷震。听到莫小鱼这样说，顾可可这个苗家女仔也都觉得成身在发冷。如果这样的话，简直是生不如死啊。那他若然一世都不拿出来呢？那你这一世都跟着他咯，那就正好如晒他愿咯。咁点办啊？你系唔系有咩办法啊？亦都可以揾其他嘅办法噶。我哋去医院问一下啦，睇下可唔可以开刀攞出嚟。点知道顾可可啱啱讲完，莫小鱼突然间就觉得心口痛，猝不及防，一头就捉咗喺地上边，痛到佢简直想死咁滞。但系瞬间就感觉到呢种疼痛被控制住啦，然后慢慢咁缓咗过嚟。唔好讲啊！唔好讲蛊王嘅事啊！呢只嘢通灵啊，佢可以听到啊！莫小鱼索晒气咁讲：呢样嘢有乜可能噶？顾可可以为莫小鱼喺度呃佢，但系见到呢个秋风湿湿嘅地方，莫小鱼成头大汗，呢啲大汗系扮唔出嚟噶。所以顾可可依旧是半信半疑，但终究是不敢再讲蛊王的坏话了。我这世都没遇到过这么邪的事，这半年算是被我见识到了。莫小鱼缓过来之后，在石头凳上休息了一阵，慢慢恢复了正常。一方面是无奈，一方面都是因为自己的虚荣，所以才造成了现在的局面。顾可可只能够无奈地接受现在的情况了。莫小鱼不敢耽误好耐，所以等到安抚好顾可可之后，即刻就揸车回了顾依依租的小区。等莫小鱼入门之后，顾依依揽住他就不松手了。嚟一晚莫小鱼没回去，但是莫小鱼却有了新的发现。虽然顾依依没有能力唤醒蛊王出来，但是莫小鱼在这里回想起明正给自己一本道家房事的经典《彭祖养性经》。开篇曰：男女相成，由天地相生也，所以神气道养，使人不失其和。天地得交接之道，故无中敬之限；人失交接之道，故有相残之奇。能避众伤之事，得阴阳之术，则不死之道也。其房中玉女十三式，更是解释得清清楚楚。上面写到：有彩女者，妙得道术。王使彩女问彭祖延年益寿之法，彭祖曰：爱精养神，服食中药，可得长生。言不知交接之道，
虽服药无益也，男女相成，由天地相生也，天地得交汇之道，故无终景之限，人失交接之道，故有夭折之渐，能被渐伤之事而得阴阳之术，则不死之道也。彩女再拜曰：愿闻夭交。彭祖曰：道甚易之，人不能信而行之矣。令君王如万机，治天下必不能被为众道也。行多后功，而知交接之法，法之要者，在于多遇少女而莫素射精，使人身轻，百病消除也。而且莫小如发现，顾依依对呢样嘢居然好得要领，配合得好好。呢一晚佢哋都唔记得咗古王嘅事啦，都系对此事乐此不疲。阿哥啊，你琴晚使用咗咩法术啊？居然俾人哋唔知喺边度啦。顾依依依偎喺莫小如嘅心口，好怕丑咁问啦。呢件事等阵再讲啦。我哋仲系先讲下古王嘅事。既然你亦都唔可以将佢整出嚟，咁你将养蛊术教俾我啦，我嚟驯服佢。如果我亦都识得养蛊，系唔系就可以驯服佢啊？理论上系咁样讲嘅，但你唔系妙人，呢个系违反祖宗宗法噶。咁你觉得系祖宗宗法重要啊，定系我嘅命重要啊？我谂过啦，既然我随时都可能会死，我点解唔自己试下呢？呢句话将顾依依僵咗喺嗰度，一边系姑姑嘅遗嘱，一边系自己嘅男人，边边轻边边重，一下就将顾依依逼到咗墙角。哼，我算系睇清楚啦，你对我亦都不过如此啫，口口声声话爱我，但你就系咁样等住我死，系唔系啊？好啦，我明白啦。顾依依讲到底仲系一个靓妹仔啊，虽然有时候好狡猾，知道点样利用人哋达到自己嘅目的，但系一旦动情，仲系唔知道应该点样取舍啊。